是 Berrie， 我是 Cici， 我们回来了。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personal pronoun， 人称代词。我、你、他，它有三种不同的形式：男性的他、女性的他、物品或者是动物的他。这三个字读音一样，但是写法不一样。Next part plural， 复数，我们、你们、他们。那他们也有分三种形式吗？是的，但是还有一种情形，如果一个团体中有男性也有女性，我们通常会用男性的他们。Last part, something belongs to whom? 我的、我们的、你的、你们的、他的、他们的。啊，比如说，我的水，他的电话，你们的名字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See you next time. Bye. Bye.